你好，选手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请问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江西南昌。你们从事什么职业的？我是大一的学生。我是国企员工。你们的关系？姐弟。为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？双人技巧。双人技巧。好，技巧我是强项。开始表演。我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你们，真是，怎么称呼？我叫富佳。你以后就叫牛顿，给你一个师姐，你就能挑起一个男人，对吧？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其他比赛？年少的时候参加过全国比赛，还有墨西哥比赛。全国比赛有没有拿到？拿了金奖。为什么还会想到要来达人秀的舞台呢？因为小的时候那些奖状都是为了家长，为了老师，而现在这个平台而是只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吧。好，大实话。你呢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表演，因为那是我们心中最高最好的舞台。我相信就是他们现在的水平，到世界任何一个文化化发达的地方都可以引起不同种族人的尖叫。谢谢谢谢。朱俊 yes 还是 no？ 我觉得你们能力肯定，创意就是男女互相角色的这样稍许的转换，就会让大家觉得惊艳。我觉得这是创意很珍贵的一个力量，所以我要跟你们说 yes。 谢谢。小一，恭喜你们 ，yes， yes， 谢谢，祝贺你们成功了。我们的最大的梦想是想让中国人看到女性不一样的美。